冰箱养鱼第25周，终于把所有的小家伙们都孵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ank。当我打开冰箱的一刹那，我发现又有一只小家伙孵化了。你看看，它刚刚破壳而出，真是不容易啊！这孵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已经出来3只了，还有一个小家伙迟迟不肯出来。当我第二天再打开冰箱查看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好家伙，最后一只终于也孵化了，4只全都孵化成功。太艰难了，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，没想到还得孵一个多月。老样子，给这些大家伙们换换水，抽抽便便。这些大家伙们已经在我冰箱里活了半年多了，已经长大了非常多了，日常打理是必不可少的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有研究所观察到我在冰箱里养活了这种可爱的短吻十字鱼，于是他们也想尝试饲养，而且进行研究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。希望我这半年以来的养殖记录能够给他们提供到帮助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最后孵化的那条小的短吻十字鱼，它刚刚孵化还大口喘着粗气，估计破壳而出耗费了它大量的体力吧。你看它的蛋壳就在旁边，可惜来晚了一步，没有记录到它出壳瞬间。哎呀，短吻十字鱼在我冰箱里又增加了4条，现在它们有6条了，希望这些小家伙们能茁壮成长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，我是 Frank， 感谢大家收看。